听觉行走，文化感悟，听世界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《听世界》，本节目统筹策划陆明，监制林静，编辑厉爱芬，演绎谢涛，制作阿詹。再来看看晋国这边的前敌会议，楚国人已经逼到了眼前，对晋国人来说，第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出战还是稳守。栾书说，楚国人军心浮躁，我们只需固守三天，他们就会撤退，到时候咱们的盟军也到了，正好包他们的饺子，必然获得完胜。栾书首先定了调，说句公平话，他的战略万无一失，他确实是个好办法。按常理来说，主帅都定调了，而且是个好调，那别人通常就不说话了。可是三系不干，他们不买账，细致就说话了，不好不好不好，我们应该立刻出击。楚国人有六大缺陷啊，第一，两大主将子仲子反严重不和；第二，楚王的清兵还是楚庄王时候的人马，那都是老弱残兵了啊；第三，郑国军队阵型很不齐整；第四，楚军就几乎没有阵型嘛；第五，月末作战，他们却在没有月亮的晚上出动，不是个好兆头；第六，楚军非常喧嚣，各自为战，而且士兵们都在往后瞧呢，这显然是在找逃跑的路线嘛。他们有这六大缺陷，难道我们不能战胜他们吗？细致这么说，显然是一点不给栾书面子。虽然大伙儿都有点讨厌三系，但细致这番话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，大家听了都忍不住点头。晋厉公就说了，说的有理啊啊！哦，栾元帅，跟楚国人决战吧。晋厉公决定听从细致的建议。栾书很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和楚国人决战，可是他觉得没有把握。可是晋厉公都发话了，就这么顶回去显然不合适啊。不过栾书有自己的理由。主公啊，就算细致说的有理，可是楚国人逼我们太近了，我们大营前面根本没有列阵余地了。哎，你还别说，栾书说的这话倒是个现实问题。于是大家又沉默了，没话说了。荀偃这个时候忍不住说了出来，这个一定是亳州离出的主意。他和亳州离以前是朋友，知道亳州离有这方面的才能。大伙儿都傻眼了。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想到了办法。谁呀？士盖。士盖是下军大夫，级别不算高，所以站得比较后。这个时候他走上来了，元帅，我有办法，我们就在大营里把我们吃饭用的灶给填平了，帐篷拆掉，不就腾出地方来了，然后把营门一拆了，不就可以冲锋了。老天爷就是让晋国来抗衡楚国的，我们怕他个头啊怕。士盖的主意一出，现场一片哗然，哇，太聪明了。晋厉公点点头，他表示同意。细致笑了，他很开心，因为这明摆是附和自己的意见嘛。栾书就不一样，脸色变得很难看，他用眼睛表扬了士盖一眼，心说，要说这小子缺心眼儿呢，他的主意还挺正，要说这小子聪明呢，可是他怎么一点判断力都没有啊。大家伙都没注意到，在他们赞叹不已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愤怒了，这个人脸涨得通红，顺手就抄起一把大戟来，兔崽子，大人们说国家大事你懂个头，
我叫你胡说八道，我弄死你！我说着说着举起大鸡就要来刺世盖了。谁这么嚣张啊？世谢，就是世盖他爹，在公共场合把自己的儿子骂成是兔崽子，这在遗传学上来说显然是很不符合逻辑的。世谢知道，当两派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，最好不要发言，只要发言肯定会得罪人的。还好大家上去把世谢的长鸡给夺了下来，世盖也给吓得远远躲到了一边。这个时候楚国来的高级叛徒苗奔黄就若有所思了，自言自语地说，啊，老道老道啊，世谢自我保护的意识超强啊。晋厉公最后下命令了，就按世盖的方法准备战斗。苗奔黄这个时候也没闲着，在晋厉公身边介绍楚军的情况。主公，楚军一向是把精兵集中在中军的，我们不妨以精兵攻击他们左右两军，然后三面合围他们的中军，这样他们一定会大败。苗奔黄的建议非常好，当初城濮大战战神先轸就是这么做的。晋厉公就问大家的意见，栾书就表示赞同，主意是个好主意，而且主帅都赞同了，按理说应该没人反对吧。可是对啊，你也猜对了，三系不服气啊。细致又说话了，哎，我看不好，我看呢，应该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对方中军，派少量的部队拖住对方左右两军。啊，为什么这样啊？啊，首先啊，子仲和子反是有仇的，所以他一定不愿意增援子反率领的中军，而子兴缺乏作战经验，更加不敢轻举妄动了。啊，这第二，楚军中军号称精锐，实则是老弱病残，再加上郑国军队这些菜鸟也在中军，哎，指挥混乱，反而相互抵消，降低战斗力啊。你别说，细致确实有学问，他分析的也确实有道理。总体来说，栾书的打法稳重，细致的打法呢激进，两者都有可取之处，这就要看决策者了。如果是当年的晋文公，那一定是稳扎稳打，按栾书的策略。可是晋厉公现在年轻气盛啊，他觉得细致的办法更好，于是就定了调了，好，就按细致的建议去做。细致得意的笑了，他没有注意到栾书狠狠地瞪了他两眼。晋军最后的作战安排是这样的，以自己的上军对抗楚国的左军，因为子仲的战斗力比较强，以细抽率领的新军一半牵制楚军的右军，其余的中军下军再加上细致率领的新军的一半来攻击楚军的中军。不得不承认，晋军的战术意识依然在楚国人之上，战斗就要打响了，晋楚之间的第三次战争就要开战了。从来没有彻底感受。
定中期的安慰我从不接受，我站在无法抽离空旷的逃离，脑子跑到整个跳的都是你的身影，你的心像是美妙的交响曲，我只能躲在暗处静静的聆听你，无法再压抑我的心，我要抓住时机让你明白我的心。哦，浓浓浪漫的爱情，蠢蠢欲动的心情， That's right， 一触即发的激情， So can you be my girl， 打破黑夜的折磨，我的身体无法抗拒的诱惑，我愁眉深陷迷乱中，但有个奇妙的事正在发生中。想去碰你的心，我无法抗拒，我渴望你的心， Baby can you be my man， 迷迷人的气息我无法抗拒，寻找你的身影，是你不由自主靠近，我无法转移我的视线，你是我唯一的眷恋，你是我几个的眷恋，我想有点口气，好像有点心机，但我有一股得到你的全部的决心，如果你说贪婪是种罪，我也不畏罪，享受片刻的陶醉。浓浓浪漫的爱情，蠢蠢欲动的心情， That's right， 一触即发的激情， So can you be my girl， 令人着迷的邂逅，我的身体竟然展开的行动，说我愁眉深陷迷乱中，但有个奇妙的事正在发生中，想去碰你的心，我无法抗拒，我渴望